Hello GQ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英福。那今天可以看到我就是非常有个人风格的穿着。没错，我平常其实就是很喜欢穿像这种简单的长版内搭，然后配上一个背心，然后再加上内搭裤以及充满铆钉的靴子，然后再配上一些小配件啦。我平常的嗜好其实就是我很喜欢去看漫画，还有看电影。那我自己呢，本身很喜欢吃甜食或者是各种好吃的东西，所以基本上只要有朋友特别推荐一些那种独门的小吃，我就一定会去品尝。我最近的话基本上就是忙一些像是拍广告的事情，所以最近大家可以发现可以密集的在电视上看到我出现。